是一个非常难沟通，也不愿意跟我们沟通的官员。台南农务科科长赵丕态度嚣张跋扈，在议会质询时被赖惠媛议员轰出会场。赖惠媛议员表示，全国第一座由公部门筹备兴建的柳营泰康有机农场，科长居然向农民考核，并且在办公室租约到期时强制收回，连局长都不知情。本席在很多服务案件里头跟你洽商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你实在是农业局最差劲的一个科员，农业是要去帮助农民的呢。站在第一线的官员专制行为令民众不解，议员也呼吁局长慎选主管，才能让百姓安心。杨天凯、冯玉琪，台南报道。